Hello，Hello，hello, 我是 Wen，欢迎收看文字生活。今天我要出国啦！现在是4月15号的11点，等下12点要搭车去高铁，结果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整理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行李多乱。这是要带的行李，现在就赶快来整理一下，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整理完会长怎样。然后这个在大创买的真空袋，觉得我好像有用跟没用一样，是我不会用吗？还是本来就很烂的？发现好像要用吸尘器把它吸一下里面的空气，结果我花不到30分钟的时间，我就把我的东西全部塞好了。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太多的衣物真空袋，里面大概塞了10件左右的衣服加裤子，内裤也大约7-8件，还有一个浴巾，还有我的盥洗包，跟这个是药物，另外带2双鞋子。这些分装的东西都是在大创买的，都很便宜。我这次带了蛮多摄影的东西，还有我的笔电，所以我的后背包超大的。我另外还有带了一个相机包。这个跟大家公布一下，这一次就是要去泰国的清迈2个礼拜，我会带大家深度的去认识清迈这个城市。如果喜欢泰国清迈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追踪订阅我哦。待会机场见喽！终于从高雄到桃园机场，这次搭的是亚航。搭亚航之前呢，我一直很担心说那个票会不会被取消，之前就好像亚航有很多不好的记录，好险今天终于如愿以偿。好久没坐亚航，这个飞机好像有点小。我觉得我的位置好小，我的脚怎么不能动了？再给我。再一点。再一点，他们上面这边是东西都是。对。对，因为它是没电的话，它万的时候就只能出台币。别忘记我这次接的是什么车，开始的关键之类。点一个超辣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联航上面是没有电视可以看的。吃的那一个餐的是大到我会忘词，他本来有雇一瓶水，我把它全部都喝完了。待会清迈见哦，拜拜。到清迈机场的，这次来的时候就是有提前在台湾先预约那个 KLOOP 的机场接送，因为我这次来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就怕临时找不到车。很快就到我住的地方了，这间住宿的话会再介绍给大家，今天就先休息。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在清迈要换钱的路上，现在身上几乎是没有什么钱的，到这边一定要先来换钱。这边就是有很多换钱的机构，这间 Super Rich 的话呢，应该大部分常来泰国人都知道，这是一个连锁的，汇率也许不是最，但就是可能比较不会拿到整钱。你去哪里？这里刚换完钱，现在是坐那个双条车，然后这个司机会讲中文。现在清迈好像蛮多司机大哥都会讲中文，如果你不会英文也没关系。提醒大家换钱的时候，记得要跟柜台的人讲说你想要小一点的面额，不然的话在清迈这边，如果你都拿大面额，可能现金会比较难找的。换完钱当然就是要开始大玩特玩啦。如果你想了解泰国清迈这个古城的话，记得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集节目见，拜拜。